抗战女王粉邱曼妍。日出金光，长洲两上山，后两海越过转桥水，纤纤荷把水，流过牙墙村，在山脚下刚刚急急急出一幅一幅佛游，田野戏，老爱童年的脚架，与王佛太上相惜，荷把笋。望花腾腾枫叶，爱听水上行歌出望行仙桥。我头看到牛刀后山辣，石壁登出长路弯弯，山马层层叠叠，刻上李王佛点睛的山上。路又将合登风上，不登树阳。天天呢，唱出床上的庐山歌，去家乡上路的流浪归途，再过又将探勘开采艰辛，留下头摆生活辛苦笔迹。落叶后的梁山山，蒋家灯火，洛阳灯光，朝阳海水，光娃娃。像一条大船在后两海航行，在等李王佛游将的传奇，没在等爱天天呢，天天呢行过七家。龙泉山就是出黄坑的那座高山，龙泉山有着非常陡直的流浪轨道，就是缆车轨道。早期那个缆车轨道是载着探勘开采的工程人员，也是我们早期的时候生活重要的交通工具。台湾的第一口油井就是在后龙溪畔发现的。龙船山航行在后龙溪中，它载着出矿坑，它拥有着石油文化资产、人文历史之美，它是活的百年文化资产。飞越文学地景，看见苗栗出黄坑之美。